总，招标会已经结束了。哎，其实招标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。嗯，是这样，我们抱歉地通知您，大王公司赢得了这个项目。什么意思啊？黄姑娘，黄姑娘，贵公司的这个方案呢，准备得非常的充分，但是大王公司的方案更加精彩，而且。 全票通过，非常抱歉啊！你说的那个什么刺猬就是他们吗？啊，对，就那帮年轻人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安排呀！这是我们的安排呀！加工资啊，加工资！ 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信片。